那你怎么知道你有拍照啊？盲拍，盲拍的，抓拍。你要说好听点，在抓拍。抓拍。拍客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那还可以摄录像录影。对。他现在还没打。你可不可以上？只有那么大的包，没办法。你居然找到一个好位置，就是出发了，还可以往后看。你是怎么那么困难的样子？你怕掉出去啊？他要发抖吗？他给你看，看他的菜，他的菜要你的。有。那边有便当店的菜，你看，有拍到吗？哦，我还想吃鸡排。走走。特开心。学生不要放到车里边，不能乱放的啊！还有安全。哎，对了，放这边。然后在大陆很多这种。对外送也不是只有阿里巴巴，就怕就是阿里巴巴下面。没有啊，不得等了。我们住的地方也要拍啊，怎么会拍地板？给我自己要。我有啦。太酷了。很多的这种外送团队。他这里超好的。哎，我想拍什么？就有很多那个啊，我刚刚不是这样一路，你应该这样子，我们就一路可以看。你看，来了，我的衣服来了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我太喜欢了。你有没有拍清楚他啊？有。你看清楚一点。Eric 正前方这个。你看他的车子怎么这么窄？我们这样子对人家不礼貌。不会啊。不能让他偷看到。他车子怎么这么小啊？难怪他旁边要遮一个腿。对啊。我们等他超车。他不超车，你就买一件再回去就好了。真的哎，哪有卖？可是他的前面的那个汉卡就是非常的，就是感觉是比较窄。跟车子没关系。别拍，我们拍路上，拍路上，谢谢你。我去一直看我自己也不是办法，这就像弄。太开心。而且只有我们自己是绑住的。哇，动。那也叫回程吗？哎呀。哦，这里超好玩的啦。我们机票往后延啊，快点先订票，10号再回家了。你们那不是固定来回的吗？他如果取消一张，要退，要罚，就是要退2300。哇，这个我们应该一早就出来去逛了啊，我们才会有超级值回票价的感觉。你就早点起床。昨天是太累了。你们赶快看捞垃圾。啊，好酷哦！你有拍到吗？欸、我们今麦好小可爱讲台语的，我一直讲伊讲好酷啊，好酷的，啊想讲你是麦克，可怜呐，真卡，这个，今麦小可爱台语含英文的夹做伙啊，你讲，你这就叫真卡怂，真正的，无看过真卡，不过昨迄个我隔壁迄个一直甲笑吧，我笑安尼，啊，搁含因，搁含因朋友两个伫咧笑，我想讲我即自然的。表现的话，真性情，然后一直搞笑。你看嘛，遐有酒杯，你居然拍到了没有？打扰。打扰。对啊，我说有杯啊，你袂当安尼讲有花，你看。有蒙啊包。因安尼足好个呢，就是，敢是讲因住内底啊，外口是伊个呢。哎呀，对啊。哦。你有闻到无？有啊。你倒来就有看到猪。我真的不敢相
荣幸的。什么酒无来过这种所在？你平常是一直在找讲迄个做啥？迄种。我感觉在电影看。我嘛是。这比二二八佫较久了。冯小刚，嘿啊。好点不？我来讲老炮，你有看过老炮？就是他演老北京人的故事。啊，我竟然没看到。太可惜。他是一个传统的老流氓。他连警察都要卖他的面子，就被年轻的小混混欺负。啊！我个屁、啊！前面还有甄子丹啊！啊，你无认得？好，好。我晓得，我都卖了。啊，太多。电线杆有斜的。凉皮儿、冷面，我感觉你应该摕起来讲，也是在什么地方？哎，来来，啊，这个正港的北京啊，北京。老北京啊。真正的，这种感觉吼，哈，这若家己来讲，咱要找路就好啊，无啊就看，哇，我看到油条，这油条这粗工，根本就是烧饼。因为恁常在讲啊，迄台语啊讲地沟油，地沟油啊，地沟油。这个也好，我老公就说经常差一点点就没有通了，一直看着我，刚好这个楼梯差点头夹住。这里有一个市场。哦，对啊，那边对啊。根本就看不完啊！超 Q。看不完啊！你看都是饼，就是要吃饼啊。我发现这边卖什么鱼肉？哎，鱼肉啊，火烧出现了。你真的很爱吃鱼。Annoying.
然后水刮虾，水刮虾。哎呦，这是的是，咱两坐，咱两边啊坐坐，咱就唔知啦。啊，再卖，哇，你有看到这三只伫外口无？伊沙发，碰椅嘛伫外口。这算社区的呢？对啊，社区啊。这边社区基本上都是千户起跳的，十万块，千户起跳。啊，随随便便都千户起跳。好嘛，去。不知道，地段。你没有打听一下？那个就看地段了。公车其实没有很多呢，哈，手牵手。他没拍到照，公车没走的有时间，我准备大马路出行。时段的比较少，没有，我们网上买票的都是一个价。哦，这钱不简单嘞，钱不简单嘞，你有闻到咱多啊呐？还看价的吗？咱即马你有闻到吗？咱即马几多钱？哦，真厉害嘞！想要安怎就安怎嘞。要塞一道，塞一道。嘿啊，若讲要去火车会做啥？铁轨嘛是直接过去嘞。只有咖啡的。Costa。哎 ，Costa。连锁的。好，下车。下车，下车。还有必胜客有看到。看到了。有。Nobody says thank you， 所以我不需要嘛，对不对？不需要。欸，我们昨天好像有经过这里。有啊，超市。欸，那我们已经到很前面了。昨天经过这边还蛮有一段路的啊。对啊，走过去没有很远。你不用指引我们，真的，我也很想看到。有点远。过不去。
逛不了那么多店。电影院就在这边。都是垃圾味。圣斗士。这是垃圾啦，大便、小便、各种点味。哎、欸，还有卖饭的，麦当劳卖饭，你要去吃。鸡肉饭看起来很难吃。专门卖那个黑蒜，奇怪的东西。黑蒜。哎，种子我们不能带回去，因为会给种子啊。不行。不行。你给他了。种子啊。那都不行，除非放在那边这样子细细的一点点，可是种子就长那样了、啊。你会被米格鲁抓。种子他还抓、啊。一定要带那个什么病菌进去。要换乘要换吗？请在四个公站下车。球的头啊，国球财富中心，现在在哪个佛？啊、哦，桃球的头。他在问。
他有拿枪，有看到吗？还有拿盾。去哪坐几路车了？这回家？怎么过马路啊？没有洞可以过去。这样才叫大路人。比较 Q 啊，我们几个台湾啊，到底一个一个啊，那我们这个没有办法短期之内玩得完，也有可能台湾玩下个玩。是想爬到最高点。Thank you.
袂好，哦啦，反正就是安尼。是，来嘛，签个名就好了。就好了。跟他讲电话。你看，他有卖这个，那个，是什么？青钢。哇，哦，这是什么真钢？我正九钢在那个地方买去。那边的比较大，整齐的山药，铁棍山药有没有扣啊？才100块，这可以带吧？可以吗？我不知道，密封的东西你可以查查看。下班了，真的。你可以查查看，就是说密封的腊肠。随便啊，搜寻啊，蜜蜂腊肠可以上飞机之类的。对啊。电车哎、欸，电车，你现在发现是电车。我到家，到那个。离我们那边就近很多，那我们就到家了哈，就直接坐到家了。就到那个枢纽站了，这个枢纽站就是我们经过的时候，不是很多那温泉的那个旁边的那个站。坐六路来了，你告诉我一声，坐六路。六路啊，啊，坐虹桥下多远？家。啊，行。什么呀 ？Map。
过那个桥吗？对对对，过那个桥不远。过桥一下，那个有一个红绿灯，红绿灯哦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看起来跟他是。啊，对对，前门，往前面走，不是这边走，哦，往前门走。哦，好好好，我要去后门，怎么办？这是面。哎呀，哎对哦，到现在看到第一间 Seven， 有 Seven 呢，你不用逛一下 Seven 吗？去逛一下吧，好像不常见。去往八达岭长城十三岭的游客，请到正规旅行社报名登记。八达岭我有去过，走到腿断掉。为了会走这里吗？你不用逛啊，这个格萨尔王。就是香港的那种小电车，是叮叮的。叮叮跟当当不一样啊。晚上会开吗？怎么那么暗啊？这走完，明天我们得休息。哎，食品广场。你又想逛食品？一定要逛食品广场。北京。这就是刚只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门，但是它是三包一包三刚看到了，没有帮他拍。他就是麻吉，驴打滚。胡萝卜哎，什么东西？的，你猜看。萝卜。在这边淘宝啊，有卖一个外国的这种糖果。
可以开这么快？曾连续三年获得北京鞋帽系。那如果大家喜欢呢，这不是什么，更是我们结果啊。如果大家喜欢，这不是什么，打鼓也是福气，大家在。今天只要大家喜欢，这不是什么，仍然是送给大家，起来干什么？两把。半夜的时候起来，这空浪的打你不看建筑物。他没觉得打架没加到来哪，你要去哪吃才对呀？到底？刚退去，我没有退去啊。还一大段呢，哎，我看到车在跑了，没有了，他应该是就是门了，门就在前面啊，前门的意思是故宫的前门，应该是，不然皇帝怎么会来这？皇帝去天坛祭天的路线。这条是什么？我把大尾灯滚了。啊，你这大尾的，咱师傅不行了，能上厕所就好了。哎，康师傅牛肉面，台湾没这个吧？地铁口。
拍他没有头去。往哪？刚在外面等你们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正妹走过来，说：“帅哥，可不可以拜托你，给我买点吃的？”真的假的？谁让你走那么远？我该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想说，他看起来这个就是啊，天安门。你又错过了。天安门。去看看吗？还有车吧？地铁有啊。我想说一个。现在10:06。一个穿得光鲜亮丽的人，为什么还要人家买吃的给他吃？可是他老是坐公车才看得到路哎，不是路啦。看得到什么？哇，那怎么那么大一栋？对啊。那是人民大会堂啦。看，比台北车站还大。怎么跟我看的完全都不一样？怎么印象？我记得它是一个空白的地方。这是毛主席纪念堂啊。再往前走就天安门了。哇！我们没办法到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到那个一开始来的地方。我们下去坐地铁，我们 Say goodbye to 天安门 Square。为什么走路会 kick kick kick？ 开始。希望我们有机会踩到那个一级的云雾。这样会晕车吗？欢迎乘坐地铁二号线列车。列车按地铁方式北京站，去往北京火车站的乘客，请提前做好准备。各位乘客，乘车过程中请协助保持环境卫生，爱护站内车内设施，遵守乘客须知，共同抵制乞讨卖艺。